主料：猪头肉200克，辣椒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猪头肉切片，辣椒切片，锅中放适量油，爆锅，放入猪头肉煸炒，倒入辣椒炒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辣椒最后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